为前主唱这小伟君主的事件，管政府禁止伊讲出话，暗过林冠达在批评讲这是歧视。在台北来学一段时间，你有没有私底公司用用过往甲检查出来讲确诊？电视台今仔日进行专门。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六月七号公司中道新闻，我是孔阿文。先开始来关心的意外是疫情相关的消息。首先，两天确诊的人数，甲这死亡人数有下降。啊，不过这国内专家是来警告，讲这无代表讲疫情已经真正转好，民众依然爱正注意。另外，国内头一批莫德纳疫苗今仔开始来配送。啊，不过有那风声讲，一寡这医护人员啊，即马先暂时无要注这 AD， 想要等莫德纳来的时阵，卡来注。第一批新冠莫德纳疫苗，礼拜三初九开始做，团出部分医护人员，一旦莫德纳疫苗来才去做。真济间病院做 A 剂疫苗速度也变慢。国内专家表示，国外研究数据显示，两种保护效果其实差不多济，建议专职病房医护人员赶紧做增加保护力。A 剂疫苗第一剂的那个发烧这些疼痛的反应比较强。那莫德纳疫苗是第二剂的反应会比较强，看起来它保护效果都是在80-90%左右，就看不出明显的差别。因为这两天本土病例数和死亡人数有下降，是不是代表疫情转好？专家警告，以流行病学来看，至少要观察一礼拜，民众千万唔当放轻松。现阶段只能讲是疫情有下降的现象。现在我们连续两天有下降，也还是要看久一点。就是差不多看的5-7天这样的时间，它有下降趋势，就表示是下降。我们只能够说现在有下降的征兆出来。另外，网络流传做13剂肺炎链球菌疫苗应对抗新冠肺炎，李炳宪表示，流感甲10多年前的 SARS 确实有真高的比例会合并肺炎链球菌。啊，不过新冠肺炎是不是引起肺炎链球菌，还要等科学证据。啊，不过也无反对民众去做。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讲，这第一批莫德纳先配上70000剂，啊，拍算3天来要注料。啊，我那有这学者建议讲，保护力较强的莫德纳疫苗，应该爱先和这照顾重症患者医护人员优先来注。过来九月开始会当来注莫德纳疫苗，医疗物流会者赶紧将疫苗送到全国每一个医疗院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讲，第一批来配送的70000多剂莫德纳疫苗，一定伫3天内会当注料。台大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陈秀熙嘛呼吁 ，A 剂疫苗虽然保护力较差一点啊，不过买当有效来减少重症，无必要所有医护拢来抢拍莫德纳疫苗。保护力较强的莫德纳应该和一挂照顾重症患者的医护人员先来注，在急诊或 ICU 等等这些第一线的。就是照顾这个确诊者的这些同仁，然后事实上，这个他们的优先顺序本来也是在医事人员里面最高的一群，就可以来选择莫德纳的疫苗来施打。黄志仁嘛表示，因为 A Z 有一寡副作用，那是医生无建议来做 A Z 的医护人员，嘛是一批莫德纳疫苗会当来做的对象。譬如说，他可能是有怀孕啊，或者是有血栓的一些风险的这些族群，那可能这些人在医师判定以后，认为他可以再等一下莫德纳的疫苗。因为即马过来处理疫苗数量有限，有一挂民众未来所做的两剂疫苗有可能是无同的厂牌。学者表示，英国研究显示，男咧拍有较悬的比例会当出现着，像就是发烧等等疫苗不良的反应，不过并无严重的不良反应。另外，西班牙嘛有研究显示，先来做 A Z， 再来拍 B N T， 比干那做一档 A Z 有搁较悬的中和抗体的保护效力。那发现说，先打 A G 载体的疫苗，然后再打这个第二剂的 B N T 疫苗，可以叫第一剂只打 A G 疫苗的人有较高的综合抗体保护效力。那这研究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疫苗混打是有可能的。包括在第一批配送的70000剂，今麦过来已经取得15000剂莫德纳疫苗，庄仁祥嘛透露也是顺利。六月底还够两批莫德纳疫苗的到货，可能拢是10万多剂少量来进口。记者张志勇、林志坚、江秀文台北新闻报道。
开始伫个第一线，即医护人员真正较有即话的风险来看，是台北市立阳明院区的急诊室，有即医护人员在找较近的人，紧急查公司讲去话着。啊，定伫即阳明院区值班的医师所一方是来指出，伫个查公的过程话着机会相关，虽然医护拢有穿全套的装备，按过医院是真风险。急诊室的门口严格管制，公告到十五号为止。除了新冠肺炎治疗和采检，其他服务拢暂停。因为前一天有过来医护确诊，北市联医阳明院区急诊室二号收治一个119转送的确诊个案。迄时阵状况危急，而且加护病房满床，医护紧急插讲，安尼来受到感染。在扎管过程中，造成部分医护人员受到感染。阳明院区立即启动高规格的防护，框列相关人员裁剪，并加强急诊室大规模环境清消作业。医护人员已经穿着规套防护的装备，依然感染，定在阳明急诊室当值。但迄一天无在场的主治医生所一方指出，迄、那个病人低血氧，迄时阵有喷溅飞沫，血氧嘛一直救不起来。病人一直加喘，和插管的难度非常高。这个病人他会很用力，那你在帮他插管的时候呢，他就会用力的咳嗽或呼吸，他可能就比较多的分泌物会喷出来，他配合度也会比较差。医生所以好嘛，呼吁社会支持医护，绝对唔是无隔离才来感染。急诊无像专职病房裁剪分开，医护面对着无法度知影的超管风险。第一线的战士没有不挨子弹的啦，所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啦。那被感染的人呢，不代表他就是轻忽而不小心，反而被感染的这群人呢，就是因为他们插了最多支的管，他们照顾了最多的这些阳性的病人，所以才最有机会被感染。所以呢，被感染的人呢，其实他就是在这场战役中冲在最前面、最尽心尽力的这群人。阳明医区是北市联医的中校仁爱和平相德昆明防治中心了后，佫爆发医护确诊。某人指出，有医生发烧佮咧看诊。北市联医院长黄胜坚讲，虽然还袂接到进一步的消息，但认为这无啥可能，医生拢会自主管理，发烧特别入去病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苗栗五间这电子化厂，小说讲有这啊关注为着的案例，啊这确诊的人数已经达到282人。即马苗栗县政府要控管移工关注感染，对着移工是杀出工，袂使出国。对着这禁令，这有林宽协会是来表示讲，这是其实。工作人员专心前的隔离衣，每一个细节拢唔敢凊彩。员工排做长队的阵容，等你快筛。苗栗镇定点难抢，团组军纪感染，根据官府公布，背后着新增了五地，请阮建议停工三工，嘛对着430个员工以及180个新做的枪伤来全面快筛。外籍劳工有发现有感染，所以呢，所以被那个疾管署全部都拉到集中检疫去了。那因为考量到说在这栋楼里面呢，是有本国籍员工跟外籍员工有工作区域有些重叠，所以呢，全部做一个全面的快筛。目前苗栗县已经有五间电子厂陆续传出确诊的案例，累计已经有282人。厂方表示，所请医工甲警员并不是同一个宿舍，不过拢是同一个生活圈，嘛甲本国籍的员工工作的所在顶塌，因此进行全面快筛。苗栗县府嘛公布8号志邦的快筛结果，筛检390人，其中有9人阳性，不过为了要防堵疫情扩散。苗栗县府对着县内移工做出禁令，一直到8号，嘛处置21人违规。台湾人权促进会认为是公然的歧视。我们应该把移工视为我们跟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大家。我们台湾人怎么做，那移工怎么做就好了，根本不需要去区分移工应该要多做什么。所以想指出，这项禁令唔那将移工认为是潜在感染者，县内从事长照工课的移工，嘛有7300多人，等于是冲击7000多需要长照的家庭，呼吁政府应该以指挥中心的标准，同款的看待，不应该只是对着移工有针对性或者是特别的禁令。记者苗栗综合报道。
我们来看到这屏东台湾三级警戒了后，有哪好这屏东东港真济外籍移工，因为无法度入境检疫体检，后续嘛无法度出境，就算做客运的时间到嘛，不会当倒转去这当留伫渔村的顶管，有哪好这船主真困扰，希望政府嘛会当有配套措施。屏东东港的码头边，外籍渔工伫船顶一直喊，因被留伫船顶已经超过半个月啊。屏东有超过3000个境外请来的外籍渔工，目前有8架船，大约30名外籍渔工的合约已经到期，其他的人嘛陆续到期，但即马煞无法度返去家己的国家，互因开始躁动不安。5月19日临时起，远洋渔船境外雇用的外籍船员，因为他没有持有我国的居留证，所以在目前整个国家的整体政策上。目前是暂缓入境，因为渔工敢会使入来快筛加 PCR， 牵涉到地方的医疗甲检疫旅馆的量。过去合约到期的外籍渔工会当申请入境检疫，才得坐飞机返去因的国家。但三级警戒了后全部停止，为着避免渔工逃走，台籍的船长也是船员嘛，必须爱留伫船顶，有厝无法度返去。我这个船员无法度，无法返去，所以就我。回到自己的台湾了，还不能回家跟家里的人团圆，这样子合理吗？船长想要落船，要另外请保全来管理。渔工留伫船顶的时间嘛，要照付薪水，让船头家袂砍折。屏东县政府表示，已经准备好检疫的旅馆，但经费希望中央协助，以专案处理渔工的 PCR 也是检疫旅馆，来解决脱港的问题，嘛减少防疫可能的破口。记者陈环武、柯正准屏东报道。贷款嘛，是因为即马即新的政策，就是讲伫即段时间，即渔工暂时先卖来即转换头家，也是去其他厂区做工课。即号分林六金的管理部有那公告讲，即时开始即包厢的渔工禁止个入去卖了厂区做工课。估计受影响渔工人数超过1000人，外包厢嘛烦恼讲，说来安尼渔工生活较歹管理。原本这个时间点外包厢的渔工，早就入去六轻白料厂区工作，但现在这种地方公司整理环境和做杂事，因为劳动部七号发布实施，暂停渔工转换新雇主，和调派渔工到其他的厂区工作。六轻管理部嘛透过社群公告，为今日开始禁止外包厢的渔工入去六轻厂区工作。严格一点我们倒是可以接受，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他所有他的工作权，还有很多的厂商他的损失。可能会损失蛮多的，因为这些变成说这些渔工，他并没有办法去工作，他整天都一定要在宿舍里面。因为渔工来讲的话，现在最大一个困扰点是说渔工的一个群聚。在地外包商表示，按的规定，超过有超过1000位以上的外包商渔工，现在无法度入去六轻白料厂区工作，恐惊会造成生活管理的难度。对此，文管处劳青处就表示。一切照中央发布规定来办理。外面的厂商，他的移工，那他要调派在六轻厂区里面的工作的话，那就会变成抵触到昨天公布的一个行政命令里面，就是雇主暂缓雇主调派移工到不同厂区的规定。所以这个部分是有所区分的，并不是说六轻里面所有移工都禁止进入。文管处劳青处表示，移工本身也是六轻员工，都无受到立场管制的规定。至于六轻管理部只有简单的回应，疫情期间企业只能配合政府的防疫规定，无任何自我解读的空间，会继续向政府部门来做沟通，取得管制下上好的做法。记者吴宁报道。来看到这个台南，我们全面的清查管区内底这渔工较高组织的所在，共发现有六个这渔工组织，内底一人发烧超过38度，赶紧改送去体检。另外，这个台南个南区科学园区，我们今仔开始啊，针对这园区内底8000多名这外籍渔工进行快筛。警察人员全副武装，将外籍渔工送上救护车，因其中有人发烧达到38度，警方是不管大意，赶紧送去快筛。北部是爆发外籍渔工群聚感染，台南市警方第四分局嘛全面清查辖区内渔工真容易群聚的所在。七号是发现有六名渔工群聚，其中阁有两名四人的渔工。发现了有6名的渔工啊，有群聚的状态。经清查身份之后，发现有2名，好意外哦。其中一名更有感冒的症状，经警方量测，
确实有发现有发烧高达38度，随即啊，本分局启动了防疫的机制。就是因为苗栗电子大厂爆发外籍移工群聚感染，南部科学园区嘛紧急伫高雄甲台南科学园区建置筛检站。到号上午，医学完成驻点了后，同步正式启用。目前是针对8000名外籍移工为主来快筛，全地方都有可能会疫情破口。高雄一天大约200人，台南1000人，预计一礼拜内会完成。那我们采分流的方式以及分仓的一个方式，然后逐步有序的进行筛检，那希望能够确保整个园区产业的安全。今天会超过1000人以上的一个快筛的一个量，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呢，我们希望在一个礼拜之内呢能够完成。南科管理局嘛讲，针对移工的管理，目前是都要进行专业的监察，希望会当让环境更加安全。伊伫厂商宿舍那边嘛做了分窗分流，减少卡架的移动，目前是非常时期，盼望大家会当遵守防疫的规定，共同渡过难关。记者郑云台南报道。来看到这新北市中和某一间这纸品公司嘛，发生这群聚啊事件，这是一个本国籍的厂长加11名移工是确诊，已经送去这集中检疫所来隔离，啊，因说厂那赶紧停工。在中和的一间纸品公司爆发群聚感染，本国籍厂长那后无事先去快筛，测到PCR阳性确诊，因为厂长负责管理移工相关印刷工作。测试公司带12名越南籍移工快筛采检，5人出现阳性。测别接到PCR检测结果，报告11人确诊。剩下的11名阴性移工，公司安排进行居家隔离。那公司已在6月7号停工。我们1、2、3楼的人员是尽量不流动的，但是因为移工其实比较大的问题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几乎是会重叠，是变成都是密集接触者，所以我们就把1、2、3楼的移工现在目前是全部都让他们停工隔离，6月9号到6月22号。本国籍厂长找来确诊了后，隔天印刷厂马上停工。纸品公司所在大楼总共有9楼，共同其他公司是怨叹纸品公司封锁消息，让大家是真惊吓。你公司的移工，还有你公司里面的员工，全部做完筛检之后，才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确诊。9楼也是仓库啊，就在我公司对面啊。每天移工从一楼电梯上上下下，1楼、9楼、3楼、2楼这样搬。因为刚一栋大楼内底，还阁用户中心拍摄确诊者，不伫个无同款楼层来刷鱼，恐惊引爆另外一波群聚感染。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东京奥运后个月23特别开幕咯，因的组委会是表示会严格来控管这海外游客，特别是媒体会用这 GPS 来监控因的行踪，禁止下区采访。啊，日本政府即阵嘛讲要予这啊注疫苗速度会当较紧的，啊，不过注文的状况依然是。为了加速疫苗接种，较早讲是日本人督办的东京独立市场旧址，即马搭建接种中心，初步开始大规模的注射。头一批对象是警消人员，当天已经安排2500个消防人员去遐。所来的目标定伫个逐日爱种5000个人，伫个6月关闭进前，完成警消甲参与奥运的人差不多有11万来注射。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后，独立市场嘛咧变作奥运甲百运公园的停车场，要注第二剂，就爱换去大台北公园。感染点ならないようにですね、そういう接種受けて、まあ、ほっとしてるって言いますか。日本目前还没到3%的人口来注意方式，差不多有10%有注过第一剂，使用的是莫德纳和辉瑞的 BNT。 政府想说要较紧的在东京大阪来开设大规模的接种中心，初次开放这个月14到27的接种名额，21万的名额里面只有20000多人来预约。目前东京第三都紧迫状况已经会刷到6月20日，要是奥运也会在后个月23来开幕。日本代表队已经在6月7日来住，赛会相关人员已经在6月中旬来住。刷下来组委会将会来接待全球200国，差不多15000个运动员，赛会会用包密密的模式来进行，选手在结束赛程2天内要离境，海外的采访记者也都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事前に登録があった外出先以外に外出することがないようGPS 等により厳格に行動管理をすること、入国後14日間の公共交通機関の不使用や用務先の限定。
目前已经有八国的选手来到日本做训练，组委会嘛正咧运作。日本即马是正咧第四波的疫情，民间一直呼吁停办也是延期。组委会强调讲，奥运会照期来举办。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镜头刷转来，过来来看，就是行政院所长蔡英文今日甲立法院咨询，面对着这个疫情，啊，这希望连锁清关，伊是国一届向民众来开一个，啊，莫德纳疫苗今日是优先要来分配，主要是要先分配或者专职病院第一线人员。我对于任何生命的消逝都觉得很遗憾，尤其国人同胞在这一次受疫情这样影响，我们政府没有100%照顾好，这是政府觉得非常对不起的地方。现在本土疫情持续增加，死亡人数超过300例。昨到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去立法院避询，两届甲大家回信的。苏贞昌也表示，150,000剂莫德纳疫苗已经在-20度的环境之下完成封检，各地方交拢在化木疫苗，要安怎来分配？苏贞昌表示，会优先分配给新冠肺炎专职病院第一线人员。应该要照这个序列，跟照这个照册来施打。我们希望各地方政府各个团队都能严谨，同时希望民众。符合资格可以打的就赶快打。即马三级防疫境界阁延长，报税期限干到6月底。国民党立委罗淑宝呼吁，应该要延长到三级境界结束了后的一个月。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嘛表示，因为疫情严峻，今年2月份到5月份，都有790个护理师离职。税务人员都跟我澄清说，能不能让他低线，不要接触低线，能不能延后报？是你们都来跟我澄清的。这个部分我们会做好这个所有低线人员的防护措施。冷血，这个财政部长叫太冷血哦。第四季的那个防疫津贴还有20%还没有下来，今年的第一季其实也都还没有完全的发下来，而且已经是6月了。蔡碧如嘛讲，目前还有部分第一线医护人员，到今也无摕到去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一季的防疫津贴，要求政府都要准时发给因。也来民进党立委早起嘛宣布，绿营执政的7个县市，包括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等等的7个县市，会全面减免公有市场打的使用费或者是租金。记者综合报道。学生囡仔即阵啊，即停课伫厝里上课，即部分有哪有一份即啊针对家长的问卷，共4,005名家长的问卷调查指出，啊，因真侪家长拢是伫厝里啊，囡仔安尼家己带，按个月收入伫24,000以下家庭都有受到影响咯。另外，即啊医疗防疫人员啊，有哪讲无法度互囝儿伫即段时间有够的学习支持。3, 2, 1, 1. 小学一年的丹东哦，伫咧厝内底进行体育自学课程，5岁的妹妹甲3岁小弟做伙运动。停课以来，张小姐就甲因翁来人开上班的时间，轮流伫咧厝内底顾囡仔。开始会缠着跟我们说：“妈妈，我要做什么，陪我玩什么的。”大概1个多月来，其实也慢慢跟小朋友有相处一个模式在。对，其实我们也慢慢习惯居家办公。阿公阿婆互相配合，即马经济无受影响。张小姐是讲好家在，全国停课对家己的家庭也无重大影响，但是嘛有看到有朋友无支援是真辛苦。蛮多都是必须要请那个防疫照顾假，对，就是请下去。那防疫照顾其实也是大家也知道是不给薪，就是看公司的。专家明公布停课了后2礼拜，4,005位家长问卷调查指出，要我60%的家长伫咧厝内底带囡仔停课嘛，爱烦恼经济。医疗防疫人员无法度给囡仔完整学习支持，34%囡仔需要学习指导，偏向弱势伫咧设备甲网络资源依然无够。至少在载具上面哦，这件事情还有网络上面。可以给予协助吗？尤其像譬如说行政院哦，他能不能统一来协助这些各个县市？生活照顾压力负担对真侪家庭造成影响，即马又搁延长停课到休热，专家明建议休热时阵，国小甲幼儿园甲即马同款，服务需要的家庭，也是会当把囡仔送去学校，共同来支持。记者邱新志明台北报道。
反正这五日这连续假期会造成新的疫情，这花莲县长市政委是呼吁民众先卖倒转来，我们望地方的这阿饭店还是民宿业者先卖接人客，那有这旅客为着会公布业者的名，对这代志地方有支持，冇反对。虽然代替高级节廉价订票较无两成，不过花莲县府算算十一到十四，也是有千外的民众要来花莲。县长市政会要求配合三级防疫，先卖台，阁要求观光业者暂停接客。如果在端节期间，您的住宿的旅客、游客有确诊案例，花莲县政府将公告旅宿业者的名称。华联的旅宿业者差不多有九成在宣布三级警戒了后停止营业，不过也是部分业者继续接客。对管户的客诉染疫，都要公布业者名字，最缓拢无管款的看法。现在目前是因为只有0.8%左右，其实基本上真的很少客人会进来。如果有法律依据的话，其实我们当然是支持啊。我们鼓励自行停业的业者奖励金嘛。疫情期间真的观光业真的是很重创了。那如果说还要公告名称的话，确实到造成了很大心理压力。官府强调，防疫要靠大家斗阵拍拼，确实无法度改期，正是要去花莲，已经在花莲车头、玻璃车头设快筛站，请旅客配合体检，降低疫情传播可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台积电联电的 ETR 是六拖累台股抓盘，啊，不过中小型的电子股甲升级股正拍平，即马指数收跌17点。台积电联电六，啊，即大力光甲鸿海款的股有那无啥表现，有那有即分析师表示，台股继续出现量缩整理的状况，伫成交量也未倒动的进程，台股要突破即啊局势无啥简单，毋忙会当伫即17点遐做急速的震荡。来看看有几个国的这个政府的官网，啊，加这下国的媒体甲网络，这个网站张雄雄等说，虽然是正紧的修理好，啊，不过主要公司美国分端的服务公司出错。英国的卫报、英国广播公司 B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纽约时报、网络论坛 Reddit、PayPal， 连美国白宫。甲英国政府官网拢突然间断线，开几落分钟到电话正才修理好。有一寡媒体网站虽然无法度入去，用按侪变通的方式刊出网页各种的消息。这边断线是云端边缘运算 CDN 厂商 Facility 出问题。It'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for everyone who depends on them to make sure they know what happens to their business, what happens to their business process if they have to fall back to an alternate or a contingent plan.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讲，这边大断线引起英国情报机构安全中心的注意。不过，专家认为恶意行动的可能性正低，顶多是一种警示。亚马逊的网页服务 Cloudflare 就出过这种问题。These types of outages, whether they're accidental or whether they're malicious, if you remember attacks like in 2016, we had the Dyn DNS attack, that was a DDoS attack. These are the same kinds of things that can happen.BBC 报道，这边大故障也引起大家一个质疑，讲加这么侪网络基础设施，拢交予少数的几间大公司管理监护。Facility 是全世界即马定定伫咧使用的内容传递网络服务的供应商之一。2019年上市，因是用速度较紧的固态硬碟，透过边缘计算技术，加资料处理加传送的速度加紧，唔免透过中央伺服器储存资料，就当看到网页。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已经届满20年，台湾的民间团体今日举行记者会，呼吁政府要完善这挽救香港的制度。另外，流亡海外香港灵魂领袖这卢冠聪甲张坤荣，有哪透过视讯发言，表示感谢台湾为着香港付出。2019年六月初九，反送中百万人上街路段游行，即马已经满2年。香港经过激烈变化，有超过10万的香港抗争者遭到拘捕，超过600人被定罪。港府也利用港版国安法拘捕真侪人，面临几啊年到重新加强行政。流亡海外民魂领袖罗冠聪呼吁，台湾甲国际社会要继续关注，对抗中国威权扩张。让国际社会都持续的看见。香港人正在为光复香港的努力，
也会提醒国际社会警惕中共的集权。我也很衷心的希望台湾现在面对的疫情能够尽快过去。在政治上，我们不可以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去游说不同的国家公民社会加入我们抗中的连线里面。台湾绝对是我们最好的其中一个客伴。立访台湾的香港抗争者表示，中国政权对香港的政治清算并不减少，伊依然逐天提心吊胆。来到台湾寻求庇护的过程也经过真侪铺陈。立法委员甲民间团体拢表示，应该完善援港机制，也强化港资来台的审查规范，明定港资适用外资规定的前提要件，拒绝中资的渗透。除了台版的这个马格尼斯基法案以外呢，当然我们现在也正努力的在推动这个港澳条例，希望可以纳入人权跟民主的条款。八月初一开始，香港疾病处就宽离侵财限制香港人离境。台湾政权促进会表示，立法院应该参考相关缅甸抗争的国际本，对港府修澳疾病条例表态，和香港人进一步协助。在台湾的香港人社群也共同发起召集联龙大行动，表达对香港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媒体一电视大楼来传出讲有领事伫这便所熊熊过往去，后来检察公司确诊，一电视即马来成立快筛专体，全体的工作人员进行快筛，下晡会开始啊，台北市有那派出这机动快筛队甲因斗相共。化学兵入去办公室加强消毒，大楼外口有工作人员在相关的工具，还佮有流动便所等等，要赶紧来设置快筛站。台北市内湖的一电视大楼，初次发现一个摄影师死伫便所内底，初步 PCR 核酸检测的结果是阳性确诊。一电视是赶紧协调台北市府，初到伫个大厅设置快筛站，要甲全部人员做快筛。不过有员工就讲，公司伫个第一时间甲内部讲，这个摄影师长期食酒，顶礼拜拢请假，嘛无相关的症状。听起来，早上去打扫的时候敲门都没有，就是看到里面有人，然后可是敲门都没有反应，然后他就请工读生，然后去摇摇看，就有伸手去碰他，看他有没有反应，结果没有反应。有员工讲，刚才迄间有上班的同事才知影有人死伫个便所内底。一个工读生还佫有甲死者接触过。目前伊煞干那方通知讲爱居家自主管理。伊但是按算下晡一点开始做快筛，一天上侪当采检200个人，用地面车顺序来做筛检。伊若台北市府嘛出动机动快筛队来协助因做筛检。昨晚有传讯息说，死掉那名摄影师是确诊个案，然后要我们自主监测，但是还是正常上下班。因为台北市警察局内湖分局有四个警察协助相验，警方唔敢怠疑。有甲警察密切接触的19个警察，嘛拢有去病院做快筛，结果出来23个警察拢是阴性。不过警察局这边为着慎重起见，也是要求警察伫咧处理爱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桃园一个姓曾的查甫人，顶个为中东岛东来台湾的时阵，竟然这个。地址啊是老家，啊，居家检的时间人都无看伊人咯。啊，即马即警政署后来是通报失联，到找啊，通市长陈文灿有那伫面册顶悬碰门，叫啊民众甲到三港找人。啊，昨暗即中立的警方总算抓到人，赶紧送去隔离。穿贵族的防护衫，中立警方正顺利，找不暗7:30，要抓是24岁姓曾的查甫人。伊五月二七自阿拉伯回国入境了，应该居家检疫到6月初10，因故初七就找无人。唔然地址是唔对的，手机啊也是甲查甫朋友借的。警政署初七通报协询，同市长陈文灿也伫咧 FB 发大文。我因专人不时登记居家检疫处所，且行踪不明，经警政署于昨日通报失联协询，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运用科技方式交叉比对，并过滤入口监视器、天罗地网，终于发现庄男真实落脚住所。中立警分局利用科技执法交叉比对，发现姓曾的查甫人住的所在。伊讲之前因为甲人有纠纷，惊被警察抓，所以一直拢住伫咧中立区华碧一路，总算被警察找到。本分局将依《传染病防治法》第58条及《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15条规定，通报桃园市政府卫生局进行采访。警方讲，以上当会被罚100万。尾啊，姓曾的查甫人是坐防疫计程车，警车伫咧后边介护，
把他送去一中检疫所强制隔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新北市的这中和分局交通分局有两名警察五月底确诊，啊，其他的队员加这所属这啊安平派出所的警察来检测了拢是阴性，啊，不过这个警察有呐结束因的这居家隔离加自我健康管理了后，倒转来这派出所查案，就随啊出勤将一个见到无喘气的民众赶紧送去病急救。哎，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位昏迷的男生，等一下我们再抢救他。环境为昏迷民众做 CPR， 因为这十波人七八暗时吃饭完，无细致见到都在头壳无喘气。中和警分局安平所警员接到报案，因为防疫期间救护人员拢真无闲，人命关天，环境马上急救。据案发到民警到场，经过了十分钟，且已拨打119救护，民警只能先行施以 CPR， 等待救护人员的到场，并安抚现场民众的情绪。随后救护人员到现场接手，将这十波人送医急救，总算恢复喘气和心跳，经消顺利挽回一条生命。所幸当时及时处理，故到院经抢救已恢复生命迹象，是我们解除隔离后的第一个任务。事实上，中和分局交通分队两名民警五月底确诊，其他队员加安平派出所的民警检测了后，全部是阴性。两单位民警在结束居家隔离和自主健康管理了后，重回工作。尤其是安平所的民警，初步登记所来整理，就马上出勤抢救见到民众，得到民众的鼓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桃园的渔港，今仔开始进行全面的快筛，头一场是这台达店来开始。市长陈文灿，我那有去看这企业的快筛，表示除了会小改这啊病医诊所到这工厂来执行快筛以外，我那会伫工业区附近来设13个联合快筛站。工厂内底设置采检亭，台达电子厂内底1500个外籍义工，加上毛伫遮上班的台湾籍劳工，拢总有6000人。初到由医师工会来工厂遮甲员工做快筛，正做桃园的企业头一个来工厂做快筛的。师傅表示，现场快筛若是阳性，就会随做 PCR 核酸检测。如果快筛阳性，我们会立刻做 PCR 的检测；如果还是阳性，我们就会送集中检疫所。或者是简易旅馆。市长陈文灿透早去视察企业快筛的情形，伊讲疫情的期间，企业要维持运作，都要采取预防性的措施。市府除了这家便宜诊所去厂区做快筛以外，嘛在工业区的附近设置13个联合快筛站，协助工业园区移工的筛检，希望会当建立移工的防线。桃园外籍移工是全台湾第一名，雇用外籍移工的工厂非常的多，单单雇用100人以上就有141家，那因此推动企业快筛确实有必要性。针对今日扩大规个桃园市企业的快筛，陈文灿表示，桃园市产业的移工有96000多人，有请移工的事业单位有到6500间，20人以上的移工宿舍超过800个。目前先把移工个案计划做好，再佫参考流行率、阳性率等等的指标来做分析。若有需要扩大做快筛，就会来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嘛，因为这三级警戒，台中的武陵农场配合巡防到六月底，讲在这段时间生态大爆发，这农场内底也出现真侪野生动物，包括一挂这保育类的动物。红脚鸟母四处找食，边仔也有几啊只细只鸟仔在咧拍拍走。武陵农场的关系平台附近出现红脚家族，另外伫桃山步道也发现这种鸟仔。在哪边养了？在哪里？对对对，哦，真的，哎，我来这么多天，它会叫呢，但它左脚好像有问题，这个。体型大只的灯中山羊出现在树林，随即两过关键带，伊是台湾上大的牛科类保育动物，属于台湾特有种，也好看到的张方警员真欢喜。武陵农场表示，平常伫农场的报道，会当讲无机会看到，想要到最近点出现。5月20号，休园迄今。武陵农场生态大爆发，是实上是非常少见的台湾少数保育类，以往只在高山地区，例如在雪山的黑森林才出现，现在因为休园的关系，已经到了武陵农场南谷到北谷之间都常常出现。
为空中来看，方面带来水量了后，七角湾溪水流明显澎湃，桃山水厂水量也变大，加上疫情继续维持三级警戒，武林农场为五月二十到六月二八拢是休耕的状态，水量充足，各无游客干扰之下，动植物拢得到复苏的机会，也好生态呈现活泼的景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大象，这是中国云南一阵这啊，这野生的亚洲象，最近在山那五百多只，第一顶白已经要挖进这人口八百外万人的昆明，啊，当地政府即马是全面闭节。在明天外口冰家的，对电力设备真好奇，也阁想要甲电能浪费。在中国云南昆明的城镇，最近出现一阵野生的亚洲象。这十五只野生的大象，顶礼拜进入昆明外围的禁林区了，拜六继续往北平、人更加多昆明市行过去。目前主要的还是把象盯住，然后周边的群众及时的疏散。云南政府出动超过五百位警察、上百台车，一个十四台无人机监控这挂象，伫咧因会行过路进行交通管制。也穿真多贩卖往来甲因城，想要改变因的方向。严格野生的象，哪会出现伫咧人大所在哩？即阵野生象已经流浪一阵啊。因本来是住伫咧南部的西双版纳国家自然保护区，去年三月开始向北平线引起注意，官方派青人追踪，发现因一开始时阵有十六只，行到一半有两只回头，十四只继续向北平线，过程中还阁生一只小只象。一年外来规定行到要五百公里，哪行哪找食，有当时也过走入去农舍，食饱啉饱才走。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难免会经过一些农户，甚至会穿越这种城市的一些人口密集区，人与象之间的这种风险其实还是挺大的。野生象向北平线，在中国网络引起注意，真侪人看直播，看象要行去倒。这十五只象为什么离开保护区向北平线，要去倒位？专家也三无。这种情况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从来都没有过，所以大家都在思考，到底为什么？中国的学者又讲，有可能是带头的象三唔着方向，行唔着路，有可能是象的习性改变，或者是和人的食物吸引。详细环境也怪调查。湖南政府即马是尽量引导这些象行向西南边，希望伫咧人象卖互相冲突的情形下，互因赶紧转去。公司新闻是万宁编译。来看到这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人献水票，伊是伫法国南部含群众啊，笑的时阵，向向和这查甫人家献水票，这医安人员有闹属于控制现场。啊，抓到两名少年人，因为即马即法国的餐厅要来啊解毒封锁，即马克宏有哪摆回一间即餐饮学校了后，主动惊去向即围观的群众来握手致意，啊，想袂到讲雄雄或者查甫人家献水杯，即个查甫人也去法国，话讲即马克宏爱落台，啊，随后是赶紧来拜读状况，所以即法国的总统府那正是讲有两个少年人即马互人抓起做调查。来看到今年元旦一个一岁半的这查甫囡仔遗体，予人冲击到北欧的国家挪威海墘啊！啊，调查半年，总算来证实讲，这遗体是位在伊朗库德族的查甫囡仔阿玲。伊是去年和伊的爸母坐船那边环过这英吉利海峡的时阵，来拄到劫难，啊，规家伙啊，五个人拢淹死了。画面内底笑容真古锥的阿婷，才一岁半尔，就安尼行去。挪威警方今年元旦的时阵，伫西南部的海墘啊，发现伊的遗体。不过国内煞查无有细汉囡仔失踪的案件。为伊婚书顶的衫判断伊毋是挪威的人。奥斯陆大学的法医系比对 DNA 的资料库，找到伊住伫挪威的亲戚，确认身份了后，甲遗体再转去故乡，予伊入土为安。阿婷因一家伙也是库德族的族人。原本住伫伊朗西边边境的萨达什特区，为着卖阁过散车、阁防迫害的生活，去年八月份开始，为土耳其行海路，偷渡去意大利，然后坐车去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上船机会要坐船偷渡去英国。
想袂到十月二七的时阵，伫咧永吉里海峡拄着海难，阿玲三十五岁爸母，也佮有伊六岁佮九岁兄弟啊，是拢堵水死亡，共船也佮有十五个人去用救起来。遐那阿玲的遗体，煞规路伫海面漂流对北边去，过外过了后，冲去挪威海墘啊，佮经过半年的时间，才靠近新婚，加上除了悲伤以外，嘛感觉总算有找到人啊。阿玲因兜的故事，敢那是救牛一毛，每一年拢有侪侪想要逃脱的民众，付袂少钱，互人抓集团。为北非、中东等等的所在，想要逃到去澳洲，因为因无想要阁过战争或者是散起来的生活。也那阿定因老母在生的时阵，童年的记录显示，因知影行海路逃到是真危险。不过实在讲是无钱，通选择其他的方式，这嘛是大部分这移民的困境。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今年已经有3700多人为英格兰海峡逃到去英国，人数是去年的两倍。今嘛热人的天气较稳定，冒险逃到的人恐惊是有加无减。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生活中有真侪无同款的压力，需要来排解。有艺术团体是用画图来啊，斗三共民众排解一寡无好情绪。嘛有一寡特殊教育学校是饲真侪动物，帮助学生囡仔来陶解心中的结。英国威尔斯南部的德黑兰中学最近迎接两只矮仔山羊加入，古锥毛羊真紧得到学生的心，愿意照顾，搁跟互动。If you're having like a bad day, like you could just come, you could express your feelings, and you could just calm and you can spend time with them. They're really good for our mental health. Like, see how they're like proper cozy. Like, 这间学校主要收容特殊需求的学生，包含自闭症，或者是不在厝内底，或者是伫学校经过重大身心创伤的囡仔。校内长期饲养多鸡鸭只的温顺古锥的动物，让学生照顾建立责任感，而且发现甲动物的接触能有效拍开囡仔的心，增加沟通，甚至加速引起读册动力。Before we had the animals and stuff, I was quite not motivated to come to school. I would usually not come in.Some days, and now since having the animals down here, this boosts motivation to come to school to look after them. Watching our young people with such diverse backgrounds coming down, so like sitting, talking, and opening up about like issues and problems in their lives, it's been fantastic.在澳洲第一线军警甲紧急救援人员，常常伫事故或者是战场面临家己或者是同胞救助医生劳碌辛辛营救的伤害。有人成立艺术治疗团体，和同款经历的人做伙，透过画笔慢慢画出内心世界，互相交流安慰。泰国军人泰瑞罗捌伫决战当中接触到剧毒的钉子，造成后生身体缺陷，伊捌为安尼感觉真自责，也伫遮找着平静。I was at fault for that, and I got post-traumatic stress and stuff from that. And because I come very sick myself, so I had to get rid of the stress out of my life. And I thought this was emergency services or military. There is a real bond, like a family, between them. And when you get separated from that, it is really hard, and it's hard to adjust to a civilian life. And so we just, I suppose, creating that similar bond here.这团体共同创办人曾经过奥利弗十年前当地的时阵出意外，车落到170公尺的山坎，失去正手，然后得到右腰肩加创伤症后群，成立这团体也和家己得到安慰。公司新闻徐会长朋友，来看到一波的天气。感谢乡亲的收看，新闻最后来美国看这真古锥的树了，咱再会。